大家好，今天教你做外表酥脆、内里松软的空心油条，保证你永远吃不够。碗中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加入3克的泡打粉，2克酵母，适量的食用盐，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适量的纯牛奶，搅拌成棉絮状，加入20克的食用油，和成软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至有蜂窝状。醒好后直接擀成大面片，切成长条形，2张重叠在一起，用筷子压一下，在中间切开两段，捏紧，油温6成热，放入锅中，小火慢炸，不停地翻转，炸至金黄酥脆，捞出来控油即可。好吃的空心大油条就做好了，酥酥脆脆的，特别好吃，老人小孩都很喜欢，喜欢的就关注我吧，每天有更多视频。